你以为什么？你在想什么呢？ 这位同学，这位先生，你是在叫我吗？对啊。你是在等人吗？是啊。那我想请问一下，你是在等你的女朋友？当然了，我在等我女朋友。哎呀，我不能再跟你聊下去了，不然我女朋友出来看见这个样子，一定会吃醋的。胡说八道！那有那么小气啊？来，你喜欢喝的。谢谢。 太爽了！考得怎么样？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障碍，遇到好的老师，想不拿高分都难。而且你知道吗？有一道题是我们在美术馆的项目里遇到过的问题，我很轻松就答上来了。是吗？你说这是？你怎么突然会笑了？我都好久没有见过你笑了。我以前不会笑，我这不就是为了配合你高兴的情绪吗？让你放松放松。 我还以为你……你以为什么？你在想什么呢？终于考完了，我们是不是要庆祝一下？庆祝一下的话，不然我们去祖屋？那我带着奶奶姑姑一起吧。好啊，走。 这跟我们原来的房子简直是一模一样哎！妈，你快来看看，是不是还认不认得出来？哎呀，这是我们的家，怎么能不认识呢？真的，哎呀，太好了！墙和地基呢，已经建好了，外观也不会改变太多，只要奶奶看上一眼，就能认出这是咱们家。哎，小宁，你现在也是出息了啊，真高兴。那你爸爸都没有完成的事情，你帮你完成了。姑姑说到这个就激动。姑姑，这是高兴的事儿，咱不难过了啊。哎。 对，不难过，不说了。顾总啊，我也知道啊，咱们今天这个家你是大部分的功劳，但不管怎么说呢，看在你是我们将来一家人的份上啊，姑姑这就啊，不跟你感情了。不用客气的，姑姑。顾川，今天那些工人怎么都不在啊？哦，他们今天休息。你明天过来的时候要跟他们叮嘱一下，这次防水层做的不够好。好。 这院子一收拾啊，多漂亮啊！我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我得去看看老邻居。妈，你不要吓我，你怎么现在不糊涂了啊？哎呦，老说我糊涂，我不爱听。不爱听，不爱听。谁家我不认识啊？好，行行行，那你挨家挨户的一个个带我再去认识认识，行不行啊？我这么多年都没见了，我都不认识嘞。哎呀，奶奶。 妈，妈，别吓我，妈，妈！别着急了，奶奶一定会没事的。我就一直觉得他老犯困，肯定没什么好事，但也没有想到一下子怎么会这么严重。 都怪我，我不该带他回祖屋的。怎么能怪你呢？啊？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家属呢？哎，医生，医生，我妈妈现在怎么样了？放心，现在还是稳定的。
但是血压呢一直不稳定，对脑部血管损伤严重。病人已经醒了啊，还是让他多休息。医生，那就没什么事儿了是吗？暂时是稳定的，你们谁办一下住院手续吧。谢谢医生。我去办理吧，你跟姑姑照顾好奶奶。 没事了，姑姑，吓死姑姑了。好了好了，没事，奶奶已经醒了。奶奶，姑姑，奶奶醒了。呀，妈，你可醒了，你吓死小麦了。 我还没死呢，你哭什么？奶奶，姑姑是高兴的。高兴，醒了就好。我想尽快把祖屋建好，让奶奶早一点住进去。我担心奶奶。我尽快去联系他们，增加人手，加快祖屋的建设进度。谢谢啊。别担心。走吧。